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你要去哪？君君，哎，等一下。对不起。要说对不起的人是我，所以才跟你提分手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不会吧？干嘛？我不是道歉了吗？君君。没事没事，你们继续，我要出门了，拜拜。嗯，换我名字。哇，好险！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要不要借我洗一下？好啊。吃药。哎，嗯，你要不要说有药是什么药啊？嗯？哦，哦，药哦，那个就是筋痛药啦。我昨天月经来，我有跟我阿妈讲说我肚子很痛。是哦。嗯。那现在还会痛吗？不会啦。哦，那就好。来。我以前也太丑了吧？你现在很丑啊？对，我最丑。哎，我这张我不是想删掉了吗？真的我很丑。啊，不会啦，你很漂亮，跟现在一样漂亮，好不好？少了你。哎，这是什么啊？哦，那是我们四周年我在等你拍的照片啊。就是你跟我提分手那一天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你要去哪？君君，你要去哪？君君，嗯？干嘛？小两口吵架、哦？包包，君君包包啦！君君，哎、欸，阿贝，等一下，君君的包包啦。哦，谢啦。哎、欸，他是怎样啊？一下忘记手机，一下忘记包包，健忘症哦，阿兹海默症哦。啊，好啊。我拿给他。哎，等一下。记忆或认知障碍。那天手机忘记给你。对哦。谢谢。不会。那你给我加不？需要。你要不要说我腰怎么样？嗯？不会吧？君君君。欢迎欢迎到过来家。那是我的身体。君君，不好意思哦，
我不知道你真的有病。走，我们回房间，走。干嘛啊？我不是道歉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动我？其实四年前快要毕业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自己生病了。喂，小波，我不是约十二点吗？你怎么还没到啊？啊？后天吗？我们是约后天吗？那时候的我不想拖累才刚毕业的你，所以才跟你提分手。拿去对待吧，可是这不是我要的生活啊，你就到此为止吧。Baby，君君，君君，对不起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你要经历这一切，傻瓜，要说对不起的人是我吧？你那时候一定很难过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在去年的医生说我的状况好了很多。也是在那个时候遇到了你。阿飞，好久不见。嗨，好久不见。虽然一开始真的是为了工作想在那里拉保险，但是那天你的贴心真的让我觉得很温暖。 Hello， 君君，中央这杯焦糖拿铁我请你的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这是你以前爱喝的。虽然今天只是短暂的相处，但我真的非常珍惜。本来以为老天爷想要弥补我，让我们重新在一起，没想到最近我发现我又复发了。哎，一点半了，等一下还要开会，我们要先去吃饭吗？好。吃饭啊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们刚不才吃过吗？啊，对，我们刚吃饱。胡爸，这次不管你做了什么决定，我都不会离开你。来了，妈，你先别洗我。很好，很好，讲好骂就好。老蹲下是这样子，哦，你帮我面对，面对这边。你坐这么近，这么近，这么近也太尴尬了吧？坐这么近，他说我会这样。你要这样子，那我就这样。他可以离开这个水沟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在旁边。我要进去吗？你不进来我也很困扰哎。还是我过去，要看你啊。啊。好好吃哦。你要喂我？对，别傻笑。人家变娘炮还这样。好好吃哦。哎，你跟他分手好不好啦？忘记拿手机，下忘记拿包包。健忘症哦，阿兹海默症哦，月经来哦，更年期哦，怎样啊？一直忘记哦，什么躁郁？出去。你包包啦。要讲几次？哎，但是我平常也是这样的人。谢谢。你真的有病吗？我很常忘东忘西的吧？真的有病。我去检查一下。我是他乐。不是。太近，进来。
他怎么穿跟我们一样？你死了吗？他不是190那么夸张吗？对，180而已。我来游戏，我先走了。你要去哪？就跑死了。对，哦，滚回去。不会啊，想管我？超弱的，超弱。我真的很丑哎。你打下面一点，因为打吗？下面一点，还是直接打下面？对，对，我打。我可以再看一眼吗？可以啊，看一下。啊，没有。你很幼稚哎。你要去哪？哎，群群，你要去哪？